我玩这个图，好像有点小难，不能被找，这边千万不能被找。跳，跳过 ，yes， 哎呵，飞。 这边有风扇，啊！我的腿，我操！我的手也没了，我操！这什么？哎呀，太脑残了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图简单，啊？不对吧？来跳，活跃信仰音乐，哎，也不对。 他应该是拉这个神，拉神不会拉啊！这个简单，这些图都好难的，这些图都好难，都这都玩家做的，玩家做的图，都超难。这还墓碑，不会有僵尸吧？我操，有僵尸，难怪，好变态啊！一关都没过，这是万圣节的图。 万圣节的图，哎，我的妈！这个图我怎么感觉玩过呢？啊，我腿就断了，就这样子啊！不行，我要起来！我的妈，我要起来！我站不起来，站不起来！游戏独轮车，独轮车。 哎，这图可以玩，这变态图可以玩。来走，实验室，哇哦，这个图我会玩。等会后面会来个人，来个僵尸，啊，僵尸，来搞我啊！跟你讲啊，这些月送的188，五光棒，又有电梯。哟，这边要快一点。 掉了！哦，我的腿，我的腿！哦，不能被刺到，千万不能被刺到！滚粗，滚粗！呀，哎他！呀，我去！哦，我的屌，我的屌！完了，被刺了！哎，过不去啊，过不去，好难受啊，好难受！他居然敢插我下体，不要脸，无耻！ 无耻之徒，谢谢月送了的荧光棒。哟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！打翻你，打的你个人仰马翻，还在跑啊！啊，来玩一下你，来来来玩一下，来你能怎样？哎哎，你能怎样？来过来搞我！啊啊！欺负我残疾人啊？是不是？ 他想刺我是吧？僵尸啊，僵尸，弄死你！咦，好有弹性哦，好有弹性，哎，好有弹性，我先走了，免得他过来搞我，走了。妹妹，哦，去，我的腿，我的腿，我的腿，哦，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。 不能被他刺到啊！没腿了呀，没腿了，好难受啊！哦，我的手也断了，我手也断了。哦，哦，哦，我的腿走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我身为一个残疾人，我容易吗？哎，哎，这个我的脚，哎，天哪，好难玩啊，好难玩！为什么难度这么高？ 让僵尸走在前面，哎，有道哇，这不是地狱边境吗？地狱边境啊，地狄，这是一个这个像素的恐怖游戏，像素的恐怖游戏《地狱边境》。呜，红。 疯了你个擦擦！
蜘蛛，大黑蜘蛛，他们还有一个小孩。哎，什么东西把我刺死了？啊，这黑不溜秋的地狱边境的图，我发现这几个图我一个都通关不了啊。哎，在实验室，我怎么出来啊？出实验室玩儿。哟，这有个外星人，不会杀我吧？我从这边走。不行，我要来一个冲刺才行，来个冲刺我才能冲得过去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别急，前面有个大剑刀。哈哈，高手，高手玩游戏就是牛逼。方舟还没更新好，武器还没重启呢。这边有个按钮，按了。哎，按了按钮之后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我的车！啊！哦，经济独立，我去！怎么办？哎哎，车没有了，车没有了！哎，好尴尬啊！哎，我是个残疾人呐，我站不起来啊，兄弟，我站不起来，我的车也没有了。哎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这个图真的是变态啊！谢遮天。哎，这个图呢？哎，上面为什么会有血流下来？不会有鬼吧？怕怕哦！开门，有点恐怖啊！恐怖图啊！啊！哦，有鬼，有鬼！哎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咦，留一些液体下来，好多泡泡糖。哎，这个人不会变成僵尸，不会死了。慢一点嘛，慢一点骑，慢一点骑，一定要慢一点，一定要慢一点开，一定要慢一点。服务器出来了。服务器出来吗？哎，这边有朵花。好吧，这个真难，真难。